这是番岛的番外家人批。咦，这是什么港口？这里清气，有足侪鱼啊！就是镇滨渔港啦。这个 vlog 开始以前，先为大家介绍今日的特别来宾，我的医生 Max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今日是一家人啊。这是镇滨渔港的港口，大家拢来这翕相，因为后边有这个彩色的厝，较水的，我嘛要翕一张。OK， 三楼来就要去吃附近的吉古拉，吉古拉是家人才会吃到的，即卖就去吃，呀。香的竹轮，吉古拉就是日本的竹轮的意思，因是同款的，够俗的。吓，拢无法度的，中空的。哦，有嚼劲的，鱼香的味，袂歹食，中空的。Max 应该是吃货来的，伊食了足侪吉古啦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。哎呀，这个吉古啦，你哪会介意的？啊？OK， 吃了吉古拉就要来鸡笼吃的一级古迹耶，就是海门天险，内底拢是战争的武器，入去看麦。很滑，可以鬼步。鬼步，鬼步，鬼步，不要跌倒哦，你不要再玩哦。我感觉这的石头路、楼梯都是斜梯，很骨溜很危险的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哦。今天的节目不是很满的，因为棍带孩子出来去佗，充满变数。走咯走咯，回来咯。来，来姨姨这边，哎，上车。来和平岛公园咯，其实我以前有来过，但是听讲最近和平岛已经改建，所以就搁入来散步散步。足久无来的，即马变这里整洁搁清气。中岛食乌蝶海扁汤。漂亮哎、欸！还没开，开两间在转，怎么搞的、啊？今麦有步道，阁有灯啊，会当看海蚀景观。对边就是基隆屿啦，这个就是蕈状石。今麦改建了后，就袂当行入去。以前我来的时阵啊，我有惊过耶，但是即摆安尼较好，有清气的变色，有人维护的感觉。大家卖叫我阿姊露脸啦，伊讲伊无爱的。下昼紧紧来望悠谷盛海风，看起来敢若阁要落雨的。今日无日头，可惜啊！但是日头大哈，有一点仔阴阳海耶。现在就来游客。嘿们，来跟我做伙飞哦！好哦，好哦，飞！哎，风脚头啊，现在已经到潮境公园，看看后面的扫帚，大家就是来跟这个扫帚的地景艺术吧，翕相安尼，然后就绕着扫把跑来跑去，今天的活动应该就是安尼。
欢喜晚上啦。嗯，我坦白讲吼，唔是正介意食，可能无啥物特别吧。即摆就去鸡郎夜市。鸡郎夜市，我来了 ，Go！ 爱家就是要去庙口食物件，庙口要食顶面厝，鸭鼻蛇，就是因为夜蛇欢喜，变来变亚做诶。那样内底有百鸡啊，海鲤鱼啊呢，就是笋啊。我介意的车没有汤诶。难怪的啦，变成阿怀会叫，内底的米就是这个。刷落来吃阿华炒面，大家讲一定爱点咖喱乌龙面，内底有足济海产，地瓜足大块，即盘的面最后拢是帮叫你准去吃完的。泡泡冰，啊，叫面啊！刷落来吃烘的三明治，还有河贝白。Okay.